超过了手机，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去配置设计。记住这个理论，极膝转角一样就是转角，一百八十度。右腿的膝关节向左边的肩膀靠近，同时脚要着地。一，右腿膝关节左肩膀对齐，然后调整身体，调整身体。再来一次，转角。极膝转换，然后脚踝用力，一，用力，一，用力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边，一样，转脚一定要转脚，因为你脚转过的话，就会影响胯，胯的结构会影响你的肌腱的效果。所以说，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转换。提膝，同时一，同时的膝